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17 ያልተፈጸመን ተግባር መግለጽ ልምምድ ኒ ቺጎ ቾንጎ ፋማ 我没吃过中国饭。 你吃过中国饭吗? 我没吃过中国饭。你吃过中国饭吗? 我没吃过中国饭。你昨天上课了吗? 我昨天没上课。你昨天上课了吗? 我昨天没上课。你昨天上课了吗? 我昨天没上课。你的爸爸买东西了吗? 我的爸爸没买东西。你的爸爸买东西了吗? 我的爸爸没买东西。你的爸爸买东西了吗? 我的爸爸没买东西。你学习了吗? 我没学习。你学习了吗? 我没学习。 你学习了吗? 我没学习。你的朋友来过埃塞俄比亚吗? 他没来过埃塞俄比亚。你的朋友 来过埃塞俄比亚吗? 他没来过埃塞俄比亚。你的朋友来过埃塞俄比亚吗? 他没来过埃塞俄比亚。